后学有见于《中庸》注解百百种，让有心研究者难以了解，特选吕先祖灵坛注解。一般人都知道，《中庸》之道是成就圣贤的最好方法。《中庸》注解有文言文及白话注解，让深浅者都能理解《中庸》文意。本片分三十三章。 章中各有节文，以每节文为一片影片，但愿能带给前贤们法喜充满。《中庸》吕先祖注解第一章第五节：喜怒哀乐之未发，谓之中；发而皆中节，谓之和。中也者，天下之大本也；和也者，天下之达道也。 吕先祖解解文言文，无极一动，生出太极；太极判分两仪，两仪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，八卦变化而生万事万物。追本探源，系无中生有焉。喜怒哀乐。 即两仪四象之比也。喜怒哀乐未发之前，曰生中无极；喜怒哀乐既发之后，曰生中太极也。未发之前，曰大中性也；既发之后，曰变相情也。故修道者。 必须克勤复兴自信与理无殊。天之所喜者，喜善也；天之所怒者，怒恶也；天之所哀者，哀群生迷信也；天之所乐者，乐群生修道以绝自信，归根还本源也。 我自信之喜怒哀乐与天相同，则无不终结矣。所以终者天之理，的之书人之主也。自信所发，喜怒哀乐，皆合天地之中理，则内含太和矣。 报此道以其群性之迷，则我一身及天下之大本也。事关末运浩劫，利气迷空，皆人人失其中和之道所致焉。我报身中之太和，匡正人心，以其化转末运之利器。 易风移俗，复转古风，达信中泰和于天下。由春风皑皑所到之处，动植活泼，君瞻恩瞻惠。此所谓何也者？天下之达道也。吕先祖解解白话文。 无极一动，生出太极；太极再判分阴阳两仪，两仪又生太阳，少阴、少阳、太阴等四象；四象又生前对离、震、巽、坎、艮、坤等八卦；八卦又一一变化而生万事万物。所以探求万事万物的本源。 实在是由无而生化万有。如果以喜、怒、哀、乐与两仪四相比，当喜、怒、哀、乐未发生以前，可以说是合于无极；喜、怒、哀、乐一旦发生，便如同无极移动而生太极。在喜、怒、哀、乐还未发生以前。 为大中至正的本性面貌，一旦发生以后，即是变相的情绪。所以，修道的人必须克制情绪，以恢复本性的面貌，那么就能发现自信原来和治理并没有两样，因而能体会到上天所喜的原因，乃是由于善；上天所怒的原因。 乃是由于恶上天所哀的原因，乃是由于众生迷失本性，上天所快乐的，乃是众生都能修道以觉悟本性，灵性返本还源，与天合而为一。于是我一己喜怒哀乐的原因都与上天相同，那么就没有一样不符合节度了。 中是天的真理，是的的枢纽，是人的主宰。由自信所发出的喜、怒、哀、乐，都能符合天地的中理，其中都含有太和之气。抱定这样的中道来启发神迷的群性，那么我这一生就立定在天下的大本之位了。 看看现今白羊末运之所以会有弥漫天地的戾气与浩劫，其原因乃是由于人人失去他自己的中和之道所导致。因此，只要我们能抱守身中的太和中道，以端正人心、化转末运的戾气，改变世俗，使其恢复淳朴的古风。 使天下人人都能发挥自信中的泰和，那么必能如同矮矮的春风所到之处，不论动物或植物都能同时感受到这恩惠。这就是和也者，天下之达道的意思。请继续观赏《中庸》吕先祖注解第一章第六节。